傅，那个我想看一下我的那个母亲，然后是那个1967年属羊的，看看她的身体，她的胃不一直不太舒服，念了好多小房子了啊。1几年的？1967年属羊的。啊，肠胃是不好哎，哎呦，有个灵性啊，一个男的，有灵性是吧？一个男的，男的，啊，一个男的，许多少小房子？一个男的，就我妈，那现在要84张，嗯，84张是吧？84张，嗯。哦，84张。好吧，你这个叫你妈妈赶快吃香砂养胃丸呀。香砂养胃丸，好的。好吧。他那个啊。叫他一天吃2顿到3顿，嗯，中药。哦，两。中药好，这个药好的好的，非常好，这个吃了之后对肠胃有帮助，然后让他这个灵性念掉，那么两边一来保证没事，好吧？哎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